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来到一个山塘啊，农村的这种鱼塘里面来撒网，看能不能捉到一条鱼啊。今天晚上来做晚餐啊。这个的话穿着下水裤啊，手里的话拿着一张3米高的网，网眼的话是两指。好，来撒一网，漂亮，一撒就开，一开到顶啊！哇塞，哇塞！有了，靠谱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山塘里面的鱼应该非常好吃啊。今天晚上有新鲜的鱼吃了。这一网不少哎，前面还小鱼在跳。来，我提过来啊，提过来看。好的，提过来啊。哇塞，漂亮，朋友们。一网下手吃鱼不愁啊。哎呀，走不动。其实自己家里有这种鱼塘的话，拿一张这种飞盘网啊，说实话真的很好啊。想吃鱼的话，你就去撒一网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去拿那个拖网去拖啊，那样的话还麻烦啊。你看这一网好多鱼啊，有草鱼也有。好几条，好像4条吧，好像是4条啊。啊，哇塞，朋友们厉害了啊！太小了，感觉。现在看一下啊，看看行不行啊。就是1斤多一条的，2斤多还不到啊，2斤都不到，算了，不要。他睡的嘞。睡的啦。大的还没抓到。没有白鲢吗？没有。这是草鱼啊。还是草鱼。2条草鱼。4条草鱼。4条都是草鱼。4条。